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方程式，我们用代入消去法，把 x 代掉好了 ，x 等于二加 y， 就 y 加二代进来，就四倍的 y 加二减七 y 等于五，那四 y 减七 y 就负三 y 了啊，等于多少？五这里八嘛，八一个去负八，五减八是负三，所以 y 就等于一。哦，两边除以负三的，那 y 等于一算出来以后带回去，二加一等于三，所以 x 等于三 ，y 等于一。